我是住新竹，我来自越南。我觉得我们像我们现在我先生跟孩子都过得很快乐很幸福。我先生已经就像我想要的那样的先生。我有问过他为什么突然改变，他说不是他改变，是我改变了，所以才觉得他改变。在台湾站起，每周四晚间九点，给您更多新移民的故事。